这个是什么？饭团。棉花糖。在哪边买的？北洋。好事多。啊，你帮我们打开啦。好。你刚刚已经把贴纸撕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贴很热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要吃什么颜色的？很热。蓝色。蓝色，好，可以打开了。一、二。姐姐可以吃吗？没有打开啊。拿去叫爸爸开好了，如果你不会开，拿去给爸爸，快点，赶快拿去给爸爸啦。好了啦，我们不要再看影片了啦，赶快拿去给爸爸，就打开啦。爸爸打开。我要成为第一个吃的。好吃吗？你要吃几个？三个。一，不可以吃太多。二，停，等姐姐下课回来再喝。